这个小傻儿子，可这个老东西朝我不给我鸳鸯枕，我真打死他！有打死你，先打死我这娘！老五，他做得出来，算了，他想要就给他吧。娘，孙子，鸳鸯枕。 你们都听着，天罡死守，放下了一个小日本，我要他脑袋！报告，司令，要不要回去看看？我听说老太太好像……我娘怎么了？都给我死守阵地！是。 姐俩好了一场，临了，你替我挡了一枪，谢了。
没死，我不叫什么景森，我叫井上三郎，大日本帝国最值得骄傲的家族——井上家族的武士。日本人，胖丫知道你是日本人吗？当然知道。 自从他跟我以后再不是什么胖丫了，赵嫣然这个名字也是我给他取的，而且他很喜欢做井上家族的儿媳妇。屁话！我赵家的败类。<笑>赵元刚，你想不到吧？今天一大早。 就是你的女儿赵嫣然为我打开后面那两扇小门的，你们早就在这儿等着你来送死了。等着，我先杀了你，我再砍他的脑袋。赵嫣然，赵嫣然，你在哪儿呢？给我解药！ 赵嫣然，你给我解药！秦三，你是个日本人呐！啊，是你和赵嫣然一块儿合伙害我呀！啊，你这个王八蛋！ 是咱们爷们儿的事儿，跟这些女人没关系，对不对？我今天只要你一个人的脑袋。好样的！让他们都进屋。他们都将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奴隶。少他娘扯那么远，闪开。OK。 带着人进屋。 老子死了出来收尸，没死谁也不许出来，谁出来我劈了谁！司令，去呀！走，司令，把大。
你老了，不是我的对手。放屁！老子今天要是不砍了你的脑袋，我就不姓赵。你听听城外的炮声。 日本帝国的军队早晚把这里占领了，耳朵让毛塞了啊！就听见你们家的炮了，老子的炮你听不见啊？我还告诉你，我的援军马上就到，还有八路军的两个团，今天在我城下的这些个小日本，一个都不想活。 大队长梁牛蛋，敢不敢跟我较量较量啊？废话，我干嘛来的？李国瑞他是我的，那我也不能闲着呀。你们几个别慎着了。 来吧！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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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牛蛋儿，我在给你喂奶的时候，把你和栓子给换了，我对不起你们，牛蛋儿才是你儿子，栓子是我儿子，我得找栓子。 我得找栓子，我跟栓子把这事儿说清楚了。栓子，秋香，栓子。 娘，我想让我说话吧，可是我心里头一直叫你娘，娘，你一辈子是我娘。
也不亮瞎子，最后一口气等着你回来。走。枕着鸳鸯枕走，在我那儿。怎么会在你那儿？昨天晚上娘给我。他不要这个鸳鸯枕，不可能，是真的。他说，他要是枕着这个鸳鸯枕进了棺材，迟早会被人盗了。他还让我告诉你，把这个鸳鸯枕换了钱买炮弹。子弹去打小日本。娘，儿子的好娘，你是儿子的好娘。Thank you.
大当家的，小日本儿被打败了，跟您说一声，让您高兴高兴。你也转告三当家他们啊，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刘天赐，老瞎子，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吧？ 秋香，栓子，咱们是一家人。不管你们做错了什么，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爹，你做梦都没想到吧？ 你随便指了个地儿，还真的挖出鸳鸯阵来了。鸳鸯阵用到了正地方，换成了炮弹、子弹，把小日本打跑了。 司令，我们是代表共产党八路军和您一起接受战俘的。哎，好，丫头，你先进去，我要跟他说话。刘大，你的任务，我是你爹。 梁飞虎是我爹，仗义。可那是你干爹，我才是你的亲爹。我就一个爹。不对，秋香死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秋香是我娘，永远都是。不对，秋香是你的干娘，凤儿才是你的亲娘。 凤儿也是我娘，两个人都是我娘。亲娘是娘，干娘是娘，干爹是爹，亲爹就不是爹，啊？梁飞虎是我爹，我就一个爹，你个兔崽子！报告，张吉安丫头。二哥。
勾结日本人，老子一刀劈了你！哎，你要干什么？这你不能管，这是我家里事儿，你应该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去！他是老子养的一条狗，他是张亚勤同志的爹，我管他是谁的爹！张司令，你不能杀他！我求你了，他是我丈人爹。什么？他是我丈人爹。兔崽子，丈人爹你都认，亲爹你不认？非走不可。绝种。那就多保重。你也多保重吧。走吧。情报不准确吧？绝对准确。我要是弄错了，您撤了我这侦察班长还不行？撤不撤你的回头再说。啊，你自己过来看看。看见了吗？不是正规部队能有这么好的美式装备？你赶紧给我查查守城的人是谁。共军把整个城都围了，四个城门外全架上炮了，把咱围得水泄不通。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这群笨蛋，从老蒋到下面没一个会打。这个惨哦，真跟他们丢不起这个人。老将军，您别生气。我不生气，我高兴。这些年就我攒的这些个家伙事儿，全能派上用场。把大炮给我架上，所有的轻重家伙事儿给弟兄们都分了。共军要想进我的城，至少他得给我打上两个团。去。报告团长，查清楚了，守城的敌方指挥官是赵元庚。赵元庚，
这个赵元庚我可听说过，可他一大把年纪了，今年整七十。你咋知道的这么清楚？抗战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抗战结束以后啊，他就一直赋闲在家。我听说前两天他拿马鞭把原来的守城指挥官给抽跑了，而且已经扬言了，说不打光咱们两个团就甭想进他的城。哼，好大的口气！他俩太小看我们人民解放军了。侦察排长，到，想办法摸进城去，摸清他的兵力和装备情况。我不可能让他一座小小的城阻碍了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的战略部署。是，保证王承认。